我们这个中也很好，最好的，比他的父亲还好。国庆日哈，我那个他笑笑嘻嘻，他老爸就不同。哎，sorry， 不可以讲。李显龙啊，他经常来啊访问巴萨，每年都有，他非常亲切，和气呀、啊，和蔼可亲啊，慈祥，忧国忧民的好总理。很爽快，每次走过就有跟我们打招呼、啊、很多人要拿东西他不肯拿吃、啊、他工作的时候他不可以拿东西吃的。他有请我们去他的国会那边走动过啊，我有进去过啊，这些都有啊，常在一起拍照的啊。有一些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是称呼他 BG 还是什么当兵的外号。国庆日的时候他来 CC 那边去，就是跟大家一起庆祝国庆日呀，那时候有跟他一起拍过照片，就是握手啊拍照这样子，就还蛮 close 的。嗯，他蛮尊重每一个人的，他给我的感觉。我刚好遇到他，我请他帮跟我一起拍照啊、拍了特地叫人送来给我，还亲自签名，我很开心也很珍藏。有时候看到他很瘦，感觉到很可怜。这么有钱的人，为什么不要照顾到给他胖胖一点？真的，哎呦，压力太多。是很照顾人民的一个总理啦，尽心尽力，我觉得我们是很幸福啦。不容易啦，真的不容易，治理一个国家，然后我们的国际声望这些都很好啊，很骄傲啦，就是。亲民，他会了解人民的一些状况啊，就是人民能服务他的。我们这个总理很好，对当然年长者都是很好。真的，我很喜欢他，可惜他现在要换了。从他做哈，我们生活很好，地上啊做到好好，给我们搭车去巴沙都很方便。我们要去来回，要去选择要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。最难忘就是他啊。帮忙我啊、解决一切的问题了啊、因为我卖很多菜，每次会出位啊，所以每次会被抓。啊，当我孩子拿那个助学金的时候，身为父母，我真的是很感动，因为是另外一层给我们的孩子很大的鼓励。拍照的时候，我们的总理说，他从来在这个政治上。很少有这个人有他的高度，他蛮吓一跳，这个孩子为什么比他高得不得了。我觉得他是很好的人，因为我有听过我家人有说帮助我们新加坡人很多，像没有钱的他会给我们一点钱这样。我们的总理要退休了，真的我们很不舍得，舍不得，不舍得了，非常舍不得，不舍得了，我真的不舍得。全部的人他都很照顾，上下老小，一点点舍不得了。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要退休？他的父亲做到这么老，可惜，希望他当多几年为大家做执政。哦，祝福总理可以就是一切安好，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，可以多陪他的家人、老婆。孙子孩子，希望他健健康康，顺顺利利啊，天天都快乐了，胖一点。Hope that you have a good retirement。谢谢你给我那个 EduSave 啊。谢谢总理，有空来这边走走。万事如意，子孙满堂。我快要五个了，我们继续加油，加孙。